我们现在是在屏东烟厂的欢祥湖水馆里面，很好玩哦，好梦幻哦，有好多海底的生物，不只是有鱼，还有螺贝类，很好玩哦。然后往上看，刚刚还有那个什么大只的鱼会游来游去，怎么样？好美哦，小朋友都很兴奋哦，跑来跑去，很有趣吧？带大家看一下，刚刚看到那个很像是轰哎，哇，虾虾，我看到虾虾了。蛮好玩的，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哦。